使臣曰：“久矣，匈奴之与中国并也。自汉室以前，年跨年氏，分耿外区，经镇中与，周无上算，汉收下策，未待分离，种落千散。数十年间，外郡无风尘之景，边城早开晚闭，胡马不敢南临。至于进使，奸侠建筑，逆耳讥讽，窥后将役，浮民掠畜者，无岁月而却焉。元康以后，风雅凋丧，五胡地袭，减赋诸华，即设归以铁马长驱，席卷赵、魏，负其重力，遂与上国争衡矣。高祖宏图胜略，欲以包括宇宙为念，待于玄其轻落，印马长经，北敌聂锐错峰，必重险而自固，于石戎车外动，亡命相属，常免威仪，遥宣记录，旧老怀思古之情，行人或为之允替，自事官，何享动，表里凝衣，公车府宴，荣心外害，负我劳，华，减我衣，禅，是以太祖愤之，开定思，演，而兵无胜略，弃师允众，围甲横垣，捐舟亘水，七十五，经，吴瑞卒，意气未舒，天成孤将，衔冤救鲁，遂促进延寇，仅保清东，自恃兵摧势弱，边隙稍广，壮其凌突，鸣笛日至，除木年伤，合脉遂犯，小则求鲁利民，大则扶植长守，与书记、徒、奔命相属，清、徐、兖、冀之间萧然矣。而自幕末以来，并有贤才狡算，妙识兵权，深通战术，属兼灵力，器官百夫，故能威服华殿，智雄群鲁，至于离伐转尾，泥山凶威，英图武略，世驾前古，虽莫独之智勇，磐石之萧强，不能及也，遂西吞河右，东举龙杰，总括戎荒，地兼万里，虽列土分区，不及魏、晋，而华芒戎落，众力兼备，至乃连其百万，南向而赤神华，胡佩应江，穷仗尊主，今亦何言，侍女宣皇，天子内镇群心，外御群寇，义结民谣，费丹腐蚀，举天下以攘之，而力犹未足也。继而鲁纵归师，兼累邦邑，减我怀州，俘我江县，喋喋前守，居高天，及后地，而无所控告，强者为转师，弱者为细鲁，自江淮至于清，冀户口数十万，自免胡泽者百步一焉，村井空荒，无复名鸡废犬，十岁为暮春，桑麦始茂，故老遗盟，还号旧落，环山之响，未足称哀，六州荡然，无复余漫残垢，至于乳燕复食，咸泥米托，一枝之间，连棵石树，春雨才至，增朝已清，虽是喘无功，而奸王匪役甚已哉，复败之至于此也。太祖成祸未深，复兴外略，顿兵兼程，弃甲和尚，是我有再败，敌有三胜也。自此以后，通户氏，纳和亲，而亲将义数，余岁连署，代太史构分，边将外叛，至以引寇，亡我四周。高祖渠劳日仄，思意屈语，经其卷书，谨而后刻，后主守文，行得不数，一举而弃思，演，
再举而丧徐风，华服萧条，居为茂草，岂值天时，亦由人事。夫地势有变习，用兵有短长，胡复郡卒，而平原西车骑之地，南袭水斗，江湖固州及之乡，代马胡居，出自冀北，田南豫章，直乎中土，盖天地所以分区域也。若为瞻求之民，可以决胜于今，月必不可以，而曰楼船之夫，可以争锋于燕，冀岂或可乎？于许所谓走不逐飞，盖以我徒而比其也，因此而推胜负，盖可以一言蔽之。校刊记编辑项上的箭头，并州刺史东营公司马腾于晋阳为匈奴所为各本，并托东字。据晋书帝既定补，项上的箭头其后为苻坚所破，直还长安后听北归坚死，子开自赦归代立案。据魏书续记，十一间为苻坚将苻洛所破后，玄为其庶长子石均所杀，魏长直送长安，拓跋涉归为石义坚之孙，亦非石义坚子。又魏书太祖记，太祖道武皇帝会归，此云宁开自涉归，开归因相近，盖为异义。项上的箭头遣正兵将军扬州刺史山阳公达西，金吾兵将军广州刺史苍梧公公孙表上书华稽正兵魏书作进兵，苍梧公魏书作苍梧字。项上的箭头将军刘连领200骑至雍丘以防之各本，并托军字。据通鉴宋武帝永初三年补，项上的箭头陈留太守严陵为卢所获，严陵各本并作严曼。据魏书改通鉴作严棱，项上的箭头并立项广等立不敌张孙凯，教刊记云当叠广等二字。项上的箭头鲁江安平公俄卿二军7000人南渡，俄卿魏书作俄卿。项上的箭头正兵与公孙表及宋兵将军交州刺史交趾侯蒲几万5000骑蒲几及魏书之州己。魏书官世制，献帝以次兄为蒲氏，后改为周氏。项上的箭头得祖于城内学弟弟各本并作成。据元归599通鉴宋少帝景平元年改。项上的箭头鲁右前楚兵将军徐州刺史安平公设归藩能见至东。击青州通鉴考义云，所鲁传设归藩能见，案后魏书无设归等姓名，盖皆湖中旧名，即书孙建等也。孙班宋书考论云，设归藩能见，即书孙建也。谈道记传作以卷，皆语音转译，无定字。按魏书官世制，献帝又命叔父之印曰以氏，后改为叔孙氏，设归藩盖以之意义。项上的箭头车骑参军王玄谟领1000人参军各本并作将军。孙班宋书考论云，玄谟时不得为车骑将军，盖参军之务，按孙说是，今改正。项上的箭头若沈书礼矣，进进各本并作追。据通鉴改，项上的箭头刘翠史柱高道锦戍守使各本并作变。据通鉴改，又各本并托首字。据通鉴补，项上的箭头元德因刘随府刘各本并作苗。孙班宋书考论云，苗当作刘，按孙说是，今改正。项上的箭头鲁越伯大肥率3000余骑，越伯大肥及驴大肥。魏书有传，项上的箭头一阵长广之不齐成不齐各本并作不齐。殿本考证云，
当作不齐，今改正。项上的箭头魁以固守宫三朝本，北间本、殿本作下椅，固守以宫；卯本、局本作魁，固守以宫。殿本考证云：当作魁以固守宫五字。今据殿本考证定正。项上的箭头虎牢备为200日各本，并托虎牢二字。据元规399，通鉴补，项上的箭头得祖为宝一成三朝本，作一宝一成。北间本、卯本、殿本、局本作共宝一成。元规399，通鉴作得祖为宝一成。今据元规，通鉴定正。项上的箭头每达表书达各本，并作一。据通鉴改，项上的箭头得祖荥阳阳五人也阳五个本，并作南五阳。据晋书毛宝传改，洪宜轩朱石考义云：南五阳当是阳五之额。项上的箭头又除都司州之河东平阳、河北雍州之京兆、豫州之颍川、兖州之陈留九郡，均是荥阳太守按九郡数之其六郡，以九为六字之额。项上的箭头少帝曰少帝下盖托赵字。项上的箭头龙骧将军兖州刺史徐衍、东郡太守王景度并作失守东郡各本，并作东阳。案上文有华台戍主、宁远将军、东郡太守王景度，则作东阳太守者物。今改正，项上的箭头又毁坏钟离城，钟离城通鉴送。景平元年作中丞。胡三省注云：在泰山界，暗中离在今安徽凤阳。卫兵时尚未能到此，似以座中成为事。项上的箭头使大将土伐金，西伐长安，此土伐金即达西京之意义。项上的箭头生秦贺连昌于安定各本，并作生秦贺连昌中山王安定十字。孙班送书考论云：按今时君安定、中山王三字一物文，又按王当作于中山二字眼。按孙说是，今定正。项上的箭头贺连氏有名未臣者，孙班送书考论云：贺连氏上当有出字，按未臣未书作未臣，盖因亦无定字。项上的箭头已到淮二州市民孙班送书考论云：淮下盖托远字。项上的箭头鲁西脸河南一树归河北孙班送书考论云：亦当作诸。项上的箭头尹冲及司马荥阳太守崔摩抗劫不降头欠死通鉴考义云：送书云摩抗劫不降头欠死。案后未书，摩氏魏，魏武城南，宋书物也。项上的箭头鲁镇东将军武昌王一乐库莫提遗书一梁二州一乐当世执秦之额。据魏书，使武昌王提为平原镇都大将。项上的箭头逮我列祖众之圣明应运龙飞阔清燕照案此。列祖未到武帝拓跋圭。魏书礼制，高祖太和十五年四月，经史明堂，改迎太庙，诏曰：祖有功，宗有德，自非功德后者，不得善祖宗之名。列祖拓跋圭有创基之功，世祖拓跋焘有开拓之德，宜为祖宗，百世不迁。而元祖平文拓跋玉律，功未多于昭成拓跋十亿前，然庙号为太祖，道武建业之勋高于平文，庙号为列祖，比功孝德，以为魏允，镇今奉尊道武为太祖云云。据世则北魏道武帝庙号初为列祖，孝文帝太和十五年后，始改称太祖，正为七世之首。
未收未书于礼制在其事，而于本纪略之，或为列祖当作太祖，非是。项上的箭头使持节侍中都督雍秦二州诸军事安西将军建兴公土西爱毕土西爱毕及古毕。通鉴考异云：古毕，宋索鲁传作土西爱毕，低胡传作土西毕，盖其旧姓。今从后魏书，按魏书官事制，兔西氏后改为古氏。项上的箭头使持节侍中都督雍梁义四州诸军事安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淮阴公皮豹子四州数之其三州。孙班宋书考论云：雍上当有秦，字开府上各本并言起字金山。项上的箭头散其长是安南将军雍州刺史南平公额后言，出自洛谷额后言及额亲自额言。项上的箭头使持节都督洛豫州及河内诸军事镇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淮南王执秦他大汉为其后继执秦各本并作执了。今改正，下文亦作执秦，皆为主子弟之称。参见本书卷六五杜继传教刊记第十条，卷七二文九王传教刊记第三条。项上的箭头在之一王时俱已有物，项上的箭头无等别爱后自持袭相辟书俱已有物。项上的箭头愧系之至至各本并作秋，据通鉴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改。项上的箭头连兵大谈大谈，下文又云瑞瑞一号大谈，盖一因无定字。项上的箭头随远将军汝阳颍川二郡太守郭道隐并弃城奔走汝阳各本并作汝南。据本书文帝记改，项上的箭头前右军行参军陈宪行郡是右军各本并作左军。按下文文帝诏称右军行参军陈宪，今据改，时南平王朔为右将军豫州刺史，陈宪盖为其参左。项上的箭头掏遣从弟永昌王库仁真不其万于孙班。宋书考论云：据魏书，永昌王人，涛从子，非弟也。项上的箭头举参军刘太之自带通鉴考异云：刘太之，后魏继作刘坦之。今从宋书，项上的箭头迁之领太之军副殿中将军成天作督战军副各本并作军四。孙班宋书考论云：按文义，四字一副字之物，连上为句，太之则君主也。列传君副屡见，按孙说是。今改正，项上的箭头不若比一行且不也不若二字各本并作否一字。据通鉴定正，项上的箭头比牧人以来各本并托比以来三字。据通鉴补，项上的箭头取比亦不须我兵刃各本并托不字。据通鉴补，项上的箭头而比无厌比字下通鉴有志字。项上的箭头苍人未换亦未博此七字，各本并作正文。孙班宋书考论云：苍人未换亦未博句，非为主书中语，盖使臣著文。沈书往往有小注，而传写物为大字。按孙说是，今改为注文。项上的箭头同辅国将军杨文德、宣威将军巴西子同二郡太守刘洪宗、宣威将军各本并作宣武将军。据魏书导遗刘玉传改，按百官制，有宣威将军，无宣武将军。项上的箭头布隆乡将军杜坦、宁远将军敬陵太守南城县开国侯刘德愿杜各本并额之。据通鉴改，
向上的箭头棱微震。睡宴，殿本考证云，双引号，睡宴，字不见字书，疑是舔字之物。向上的箭头扬南徐眼将四周富有之民家资满500,000僧尼满200,000者并四分换一500,000各本作5,000,000。200,000各本作2,000,000。并据通典识货典。通鉴定证。换通典。通鉴作戒。一同。向上的箭头过此律纪记各本并作讨。据通。典识或典改，向上的箭头从地高梁王阿斗尼自青州到高梁王阿斗尼魏书作高梁王那。向上的箭头前楚王树洛真南康侯杜道郡进军清西楚王树洛真魏书作楚王剑。向上的箭头区包桥至玉渡清西包桥水经泗水著作泡桥。泗水下那泡水。有清水之称，即所谓清泗，故泗水入淮之口称清口。清西弘治本、北监本、毛本、殿本、举本作清河，百纳本作清溪。今从百纳本，向上的箭头右牧人基野阁九至空村中野阁九通鉴作野阁九。胡三省注云。野阁有毒，食之杀人。向上的箭头涛怒赐死案北使魏太武武王传。晋王伏罗，太平真君8年病死，非为涛所杀。向上的箭头赐曰秦王乌义干北使魏太武武王传。东平王汉，初封秦王，乌义干即汉之鲜卑名。向上的箭头赐曰燕王北使魏太武武王传。临淮王谭，初封燕王。向上的箭头赐曰吴王明可伯真赐曰楚王明树洛真北使魏太武武王传。南安王于，初封吴王。可伯真及于之鲜卑名。广阳王建，初封楚王。树洛真及建之鲜卑名。据北史，建时为兄，于时为弟，宋书兄弟道志，盖邻国传闻之物。向上的箭头资因为一通见宋文帝元嘉29年作因资为义。胡三省注云，为因敌取资，于是为义。向上的箭头柳元景王玄摩严峻谢庄谈和之楚战之以为不以许严峻各本并作故郡。今改正，向上的箭头使持节征东大将军安定王执秦伐伏玄伐伏玄及魏书之安定王修。向上的箭头侍中尚书左仆射安西大将军平北公执秦美臣美臣及魏书之宜都王牧臣。初封南平公，此作平北公，封名不同。向上的箭头使持节征南大将军渤海王执秦天赐及魏书之汝阴王天赐，封名不同。向上的箭头使持节征南将军京兆王执秦子推各本并托推字。据魏书补，向上的箭头使持节征南大将军宜阳王执秦新城及魏书之阳平王新城，封名不同。向上的箭头与执征东将军北平公拔敦及宜阳王刘敞拔敦及魏书之长孙敦。向上的箭头使泾阳詹德一支封阳各本并作阳。张元济教刊记云，阳当作阳，按章效事。今改正，向上的箭头自所虏破慕容据有中国慕容下各本并也满马20,000余人。公为益阳十字，系上文重出，今删去。向上的箭头捐州艮水张森凯教刊记云，州当作州。